太子，京城十万火急，陛下，陛下的，何说父皇怎么了？陛下病重垂危，请太子速速回京。快，备马，霍将军，四大龙卫遵命。尔等鼠辈，敢挡我去路！ 老王子真是良师如神，已经勾结倭寇，谋害皇室。我的好哥哥，你若是不死，我又怎能请求皇位呢？但是殿下，别怪我们，要怪就怪自己爱天真。我死不足惜，记住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哦，那是什么？我只知道胜者。 赵鲁山，我也不会放过你！畜生，我不会放过你！ 你本小姐放开，放开我！你跟我回去吧，你不回去我没法交代。放开！放开我！齐雪，住手！那么多人追一个小姑娘干什么？海洋，你快救救我！小子，我来接我们大小姐回家，你别多管闲事啊！海洋，你别听他胡说，我不认识他。不许你带他回去。小子，我腻了吧？ 你吗？还不放过我！小子，还想挨揍是不是？哎，你是谁？你竟敢说我父皇的黄袍！快说你是谁！海洋，你是不是疯了？我是柳千雪。你还挺扛揍啊！尔等真是送死！小子，你连柳家的人都敢动，下次一定让你好看！ 海洋，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是谁？把我父皇的黄袍！你这个疯子！还给！这本小姐的衣服，你给我放手！哎，海洋，他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如果我把他留在身边，王彪那些人肯定不敢再来找我了。 我杀了你！ 我竟然穿黄袍，大逆不道啊！海洋，你这臭流氓，脱衣服干什么？大胆倭寇，竟敢侵犯我大齐疆土！ 受死！海洋，你又在发什么疯啊你！你站开！海洋，你别听他胡说！海洋，你怎么这么厉害？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叫海洋，难道是这个玉佩？ 把我从大齐带到了这儿，海洋，你这个臭流氓，我饶不了你！别跑！
你看光了本小姐的尸体，还想跑？你再胡说我腿的了！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这家伙留在我身边。谁让他看到本小姐的身体？你看光了本小姐的身体，还想赖账不是？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玷污了本小姐的清白，我要惩罚你，欠我50啊，不100万！不是，我就看了一眼，况且我还没看清楚啊。少废话。 赶紧去给我挣钱还债！快去！不是你，不，看什么看？快去啊！海洋哥，海洋，我们来了，走啊！ 快来人呀！有人抢我的包了！哎呀，小伙子，我的包被别人给抢了，包里头呢有我老公的手术费。阿姨，您放心，一定帮你抢回来。这汽车太快了，这可怎么办呢？没有追上呢！哎呀，我马上帮你追回来啊！ 那个什么玩意儿过去了？我去！快走！哇！小子，你敢惹我们？儿子宵小之辈，竟敢光天化日抢劫！ 真是胆大妄为啊！滚！小子，等着！走！哎呀，小伙子，太谢谢你了！老人家，您呐，赶紧去医院吧！好，还是好人多呀！海洋，啊，啥时候变这么厉害啊？哎，别问了，走吧！哎，海洋，哎，你等等我呀，我也想学你刚才那一招。 太帅了！哎，海洋，今天你这单送到哪儿啊？这个主播是由一整块和田玉雕刻而成。不好，我这有麻烦，我得去救他。我。刘经理，你眼瞎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这花瓶多少钱吗？你不想活了？刘经理不是我，这花瓶明明是你顺手打碎的，跟我没关系啊！你还敢污蔑我？我告诉你啊，赶紧打电话让家里人把钱送过来，否则我打断你的腿！你干什么？别动我，姐！小鹏，你快走，这是姐的事，跟你没关系。姐，别怕，没事。 有我在啊！想走，没那么容易。告诉你，这古董价值几十万，今天不赔钱，谁也别想走。来人，你胡说！这古董明明是你摔坏的，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要污蔑我姐！来，你个臭送外卖的，还敢顶嘴？给我找死！好了，这下全完了。 臭小子，你知道你惹多大的祸吗？这可是大齐皇室的瓷器，照你的赵公子亲自定的货。哎，你还讲不讲理啊？明明是你摔坏的，还想诬陷别人。又来个送外卖的，你少管闲事啊！告诉我，今天他们要是不赔，明天要送他们去坐牢。不要，不要，刘经理，不要，刘经理，请你起来啊，姐。老婆他在刚刚上大学，他要是去坐牢，这辈子就完了，刘经理。 我会想办法赔。你赔？你拿什么赔？臭婊子！告诉你，你要是现在爬过去，一片一片的捡起来，说不定我心情好，还能让你少赔点。姐，我来捡，姐。
从小都是你保护我，现在换我保护你。嗯，这残血和瞳孔，不正是我当年为了护父母，用妖法卖给便宜老子吗？当初还带他打来留人。哈哈哈哈哈！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都看好了。别讲了，你这些瓷器都是假的。你的这些瓷器全都是假的，你胡说八道！告诉你，这些一定是大齐皇室的瓷器，我亲自鉴定的。你的鉴定水平有限，自然会看走眼，还是请个真正的大师仔细辨别，真相便会大白。说了没错，在古董行上，谁敢说自己从未看走过眼？还是请权威的专家过来验证一下。如果你不敢，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鬼。这样，谁还敢在你这儿买古董？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是是是。小子，我不信你比我还懂。你上去请唐老下来。今天就让你们心服口服。据我鉴定，这确实是大齐的皇室瓷器。谁说他们是假货？东西确实大齐的没错。但并非皇室御用瓷器，而是民窑仿制品。这位小伙真是好眼力，这确实是民窑仿制品啊，价值并不高。你想用这种仿制品骗人，胆子不小啊你！就算这个不值钱，但是这堆加起来起码200万，他们必须得赔偿。200万？我能不能先欠着，等我以后打工慢慢还？不行，今天必须把钱拿出，否则我把你弟弟抓起来。不要！我现在身无分文，实在帮不上忙。对，这玉佩应该值多少钱？你扣我玉佩能抵你多少钱？啊！这什么破玩意儿，一文不值，赶紧滚开！这小兄弟，这玉佩貌似在古籍界，让老夫比对一番。刘郎，小子，告诉我，要是唐老待会儿鉴定，连这个也是假的，连你一块儿抓。掌门，我找遍九州大地，都没有找到天龙玉佩的下落，朱雀无能，掌门恕罪。我霍家先祖受太子之命，率龙卫镇守边境之后，这龙卫调令便一直未归，现在重病缠身，恐我有生之年难见玉佩回归了。掌门，您这些年为龙卫付出太多，我觉得是时候放弃寻找天龙玉佩。不可，天龙玉佩若落他人之手，我死后又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去见太子殿下？天龙玉佩出现了。什么？马上封锁消息，确保持宝人和天龙玉佩的安全，切不可有任何闪失。速请龙卫其他三使速回江城，我们要迎接天龙玉佩的回归。是。海洋哥，你对玉佩到底是真是假呀？哼，你问这种话呀，怕是没睡醒吧？你一个送外卖的，能有价值200万的玉佩？哼，真是可笑至极！你怎敢断言我的玉佩是假的？如果你的玉佩是真的，我这个经理的位置送给他江思思做好。你既然这么说，要是我的玉佩是真的，今天你承担所有的损失，还有让出经理的位置，你敢吗？哼，刘经理，刚才不是挺自信的，怎么现在不是话了？嗯，好，我就不信你一个送外卖的能有真货。但是要是他是假的，我要3倍赔偿。就等着辞职吧。嗯，怎么？东西是真的，我们古董江山有规定，如果是假货的话，他会立刻摔碎的。看到没有，我的玉佩是真的，请你履行诺言吧。小哥，我相信他们古董江山
肯定不会言而无信的。哎呀，小哥，大人有大量啊，放我一马。这个赔偿啊，我全赔。但是这个经理的位置，就算了吧。我还是喜欢刚才你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啊？我。诸位稍等一下，由于古迹遗失，老夫很难辨别出首饰的真伪。不过，我就说嘛，送外卖的怎么可能会有真东西？怎么会这样？来人啊，把他的腿骨打断！住手！住手！你在干什么？秦总，就是他们毁了赵少200万的古董啊，还诋毁我们古董江山。我这只是教训一下他们。毁坏古董，谁干的？秦总，这件事全部责任在我。毁坏的古董我会赔偿的。等一下，古董的事儿先不说，我问你们，这块玉佩是谁的？哎，秦总，这个玉佩就是个臭送外卖的，他还想用这个假玉佩第200万呢，被我识破了，就再教育一下他吧。假玉佩，你识破的啊？还教训了他们一通。对，是我做的。秦总，你打我干什么？蠢货，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代表着什么？这可是龙卫霍掌门苦苦寻找的天龙玉佩。龙卫霍掌门寻找的东西，那岂不是价值连城？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龙卫那滔天的势力，谁敢得罪那就是活腻了。不可能啊，你个臭送外卖的怎么会有天龙玉佩？秦总，您不会看错了吧？放肆，天龙玉佩我还能认错？大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吧。你个蠢东西，还不快滚。秦总，我错了，我错了，你别跟我走啊。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啊，敢弄坏我赵霸天的东西？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弄坏我赵霸天的东西？赵总，您可来了，就是他们打坏了您的古董啊。在这江城还真有人敢惹我赵霸天，给我站住。姐，赵少，对不起，您的古董是我不小心摔碎的，我会负责赔偿的。姐，弄坏我赵霸天的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呀。凭什么打人？这古董是我弄坏的，跟我姐没有关系。你们随意打人，眼里还有没有王法？王法？在江城老子就是王法。赵少，这位呢是我古董江山的贵客，还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一个面子。既然秦总都开口了，我也不想跟这群垃圾废话。赵少，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昨天还打伤了我们两个兄弟。我们呀，跟这小子有过节啊？哼，不光是有过节，赵少，就这小子昨天带走了您的未婚妻千雪小姐，他肯定就是千雪小姐口中说的心上人。什么？竟敢染指本少的未婚妻，真是找死啊你！赵少，别跟他废话，今天必须得让他见见血。赵少，今天我无论如何也要保他，哪怕是与我为敌。哼，对，哪怕与你为敌。姐，放开！小子，有种就别站在女人背后，滚过来，给我们赵少跪下，否则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卑鄙小人！海洋，海洋，没事，别管我。今天就算他把我杀了，我也不怕他。我。什么？底层人，终究是底层人，送一个外卖还把你送上天呢。赵少，这小子手里好像有个什么天龙玉佩。什么？难怪秦如月拼死也要保护他。
如果能得到天王玉佩，我赵家有个号令龙卫，跻身京城顶级家族。小子，听说你手里有天龙玉佩啊，交出来，就饶了你们。怎么，想抢？如果我不交，怎样？不给，那我就先拿他开刀，找死！正手，你竟然敢打老子！吴彪，给我弄死他！我看谁敢！哼，好大的胆子，竟敢对天龙玉佩动心思。霍掌门，这都是误会。哼，最好是误会。小兄弟，你这玉佩从何而来？路边三妞捡的。既然如此，老夫也不拐弯抹角了。这个玉佩你可否卖给老夫？价钱不是问题。我听说你们龙卫都是正义之师，我朋友现在都被他们抓住了。这个，你给老子闭嘴！明明是你们欠赵少的钱。账，我最恨你们这些仗势欺人的东西，滚！走。现在可以把玉佩卖给我了吧？对。我到这个地方和玉佩有莫大的关系，不能卖。我现在很喜欢这个玉佩，但暂时不想卖了。好，既然如此，老夫也不能强求。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赔偿问题。反正你们也拿不出200万来。来人，把他们都抓起来！周霸天，谁说我拿不出钱？哟，挺自信呢。你要是拿不出钱来，就给我像一条狗一样跪着，从这里爬出去，滚出江城。要是我拿出这钱，又怎样？那我也学狗，从这里爬出去咯。好，既然赌约已成，那老夫就当个见证人吧。小子，我赢定了，又没人敢借给你钱。谁说的？本小姐就敢借给他，谁说的？本小姐就敢借给他。不是，谁说他拿不出200万？本小姐借给他。千寻，你来这里干什么呀？我来干什么？你还好意思问？你自己好好看看，这外卖都超时多少单了？哎，我去，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不是，千寻。你是我的未婚妻啊，你跟这个男人嬉笑打闹，你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啊？你管不着，你不是想让他赔给你200万吗？我给。千雪，你为了逃婚离家出走啊，你就送个破外卖，你上哪能拿出200万啊？你干嘛？喂，老板，马上给我打200万过来，否则别想再见到女儿我了。已经转过去了。啊，我们走。柳千雪，既然为了这个男人找你爸要钱，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反正钱已经结清了。啊，你们的赌约我刚刚可是听到了。现在啊，轮到你赵少履行诺言了。想让我赵霸天学狗啊？不可能。霍掌门，嗯，刚才您说您是见证人吧？不错。谁敢要不履行赌约，我龙卫必会让他付出代价。嗯，我相信刘经理应该很乐意替我履行赌约。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的家人。我愿意替这赵少受罚。忘忘忘忘忘，我们怎么先？这柳家大小姐不是赵霸天的未婚妻吗？怎么跟个送外卖的小子跑了？果然啊，想要生活过得去，头上必须带点绿。海洋，你给老子等着了，我迟早弄死你！走啊！我赵少，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今晚必须给我把海洋拿下，否则你的古董江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遵命，我一定能完成任务。海洋先生，请留步。不慢，没有商量，我们走。哎，你怎么说话呢？这可是我们古董江山的秦总，你放尊重点。刚才是你们见死不救，现在还想让我来尊重你们？千雪小姐，我也在为霍掌门办事，我也很为难呢，还请您理解我一下。为难？你为难什么？哎，千雪，冷静点。秦总，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海洋先生，我想找您聊一聊呢，关于玉佩的事情。请问您今天晚上方便吗？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不方便，他很不方便，对不？千雪小姐，我是在和海洋先生说话，你插什么嘴？别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随便摆架子。他是我的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他不会和任何人吃饭，特别是你。哼，小丫头，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这样讲话，你更没资格和他吃饭。哼，我们走。哎，你，柳千雪，你给我等着。秦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为了古董江山，我只能去参加那些投资人的酒会了。哎，你这是干嘛呢？我们姐弟在这个城市打拼那么多年，你们是第一个这么真心待我们的人，你们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哎，小事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该的。喂，这可是我出手帮的探明，你怎么还要上工了？对对对对，千雪姐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以后只要你们一句话，我江小鹏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并且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们的。哎呀，没事儿。这都是小钱，这对于你千雪姐我来说呀，根本就不是事儿。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啊，好好读书，上大学，学到了知识和文化，这以后才能挣更多钱啊。那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先休息几天，然后去找个兼职，能多赚点钱，供小鹏上大学。好，那我们就先走吧。嗯，好，拜拜。千雪，谢了。你就谢谢就完了，我为了帮你啊，我直接打电话回家威胁我爸了，我爸现在估计满世界找我。哎，现在又得躲一段时间。行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送外卖赚钱还你。快去。掌门，您唤我前来有何吩咐？如去，你暗中紧跟那个人，绝不能让天龙玉佩落入别人手里。往哪儿跑啊？你今天哪儿都去不了。真卑鄙，竟然在酒里下药。不下点合欢散，你这样的贞洁烈女又怎么会乖乖躺下呢？求你了，放过我吧。都过来排队啊，大家都来尝尝这江城第一美女总裁的滋味啊。不要了，我求你不要。不要不要，我求你不要。我看你的身体诚实得很。救命啊。救命啊，不要不要。住手，你们这些混蛋。金总没事了。服务员，把这个臭送外卖的给我轰出去。你快走吧，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让开。小子，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拿着这个钱赶紧滚蛋。滚。你竟敢动手，你知道我爸是谁吗？那你又知道我爸是谁吗？你爸是谁啊？我爸乃是大齐皇帝。你竟敢耍我，给我弄死他。你们怎么就不信呢？我父亲真的是大齐皇帝吗？哎，算了，走了。大齐皇帝？什么狗屁皇帝？给我弄死他！金总，对不起了。金总，啊，我的妈呀！追！别亲我呀！别亲我呀！告诉我房间在哪里啊？快点，房间在哪儿？哎，好了，房间就在前面。
许少，他们在这儿。追！是个饿死了，看来我也中毒了。要不现在真的用小子，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我这有你好看。热，这药效太强了，我现在根本没办法还手啊！快开门，把门给我砸开！你谁啊？我警告你啊！三秒之内给我消失，要不然我让你下半辈子都在轮椅上滚！这样，快这样！这两个人在里面搞什么名堂？我好热，我好热！忍不住了。再说下去，他又是一辈子。世风日下的我朱雀竟然要帮别人守门。秦总，你怎么了？你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呀。快去，快去给我拿两片止痛药。哎，我现在全身痛得要命。秦总，昨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昨晚的事我也记不清了。你快去，现在立刻联系九星酒店，让他们把昨晚的监控视频发给我，快。行。秦总，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海洋先生。什么？谁的外卖？来拿一下。秦总，就是他，快快给我抓住他。哎，秦总，想跑是吧？你个混蛋，没门！秦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看见你昨天在外面。好了，别说了，你知道这对我是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哎，好了，别说了。不过，你昨天走了之后，往我床头放200块钱是什么意思？那也是我做了一晚的攻略，别人都那么做的，是少了点，我对你负责，你放心啊。负责？你拿什么对我负责？算了。昨天我已经得罪了投资人，你要是想对我负责的话，明天去跟我参加那个名流舞会，去，把邀请函拿过来。哎，不行，我明天还送外卖呢，我没时间。不去是吧？好啊，那我就把你对我做的事情登上报纸头条，再买一个月的江城热搜，让你身败名裂。好，你们可能不知道吧，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跳舞了，就等你这句话。哎，海洋，你怎么今天身体这么虚啊？年轻人，精力旺盛是好事，但也要懂得节制。只有累死的牛，可没有耕坏的田啊！走了，海洋，今天自己早点休息啊！好，我做完最后一单，我就回家了。我的妈呀，女子果然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还跟着我，这都跟一天了，跟了一天了，累了吧？要不要休息一下？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昨天你跟踪我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了。哦，对了，谢谢你帮我守门。所以你是故意利用我？聪明。你，流氓！不要误会啊，不是我扯的，是你他自己掉的。哎，我扶你一下吧。别过来，淫贼！你再过来，我让你变成太监。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把这单送完了，要睡觉了，累死了。朱雀小姐，这名字也有意思啊。流氓，你竟然跟踪我，到底什么目的？还误会了，我真不知道外面是你。你别过来！你放开！哎，姑娘，你务必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你还不起来？你再不起来，我把你变成太监！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我更没看见你身后有一个麻雀啊！你住口！那是朱雀，还愣着干嘛？会不会扶我起来？哦，好，扶你起来，好。你干什么呀你？你别动，不想你脚肿得跟猪蹄一样，就不要动了。怎么样，舒服吧？这可是我从军的时候在边疆学的按摩法，专治跌打损伤。你少卖乖，本来就是你害的。不，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吃一口你做的东西的。记住你现在说的话，待会儿可别后悔哦。哎呀，这么大一顿美食，可惜啊，只能我一个人享用了。你看这肉片，嗯，香，一看就不好吃。谁知道你这个淫贼又没有在菜里动手脚？嗯，动手脚？你看你身材一般，长相一般，老铁，我没那个必要吗？哼，哎，你不吃就不吃嘛，糟蹋粮食。我凭什么不吃啊？这些都是我买的，我就吃。我其实啊，还是喜欢你刚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你闭嘴吧，我警告你啊，今晚的事你不准说出去，要不然我真让你变成太监，说到做到。哎，你真是个废物，一个送外卖的你搞不定他，我亲自出面啊。大哥，那小子真是运气好才跑掉的，这不怪我们啊。别废话，告诉我，召集所有人，今天报了他。你又来了，你信不信我真的让你变成太监？听脚步声，来者不善。听脚步声你听出来来者不善？你骗鬼呢？信不信我真废了你？不对呀，大哥，刚才看见他进来的，现在人呢？臭货，饭都是热的，人都去哪儿？两个，直接给我搜！那些人都是来找你的吧？我真是服了你了。哎，别冲动，他们人多势众，得秩序啊。哎，对了，你能对付几个人？我现在脚扭了，只能对付一个，这剩下的只能交给你了。没关系啊，这个人呢，我可以全部来对付，但是你得帮我个小忙。啊！混蛋！你别动！放开！哟，这不是龙卫寺使的朱雀使，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知道我是谁？你还不快滚！要不然龙卫的报复你承担不住。你们龙卫寺使都成什么样子了？别给我装腔作势！告诉我，送外卖的杂碎去哪儿了？你们龙卫寺使都是硬骨头是吧？不吃点苦头不说实话是吧？黄彪，哎，话是你的了。你要做什么？对付那种嘴硬的娘们儿，我最在行。你敢？流氓，天天就知道抢别人衣服。
你还有脸说别人？大哥，就这小子，他就是海洋。看你这怂样，一个送外卖的把你打成这样。小子，啊，识相点，现在跪下，我能饶你一命。哼，不好意思啊，我腿硬，故意不下去。找死！大哥，砍他！起来！闭嘴！砍他呀！你他当啊你！你话真多啊！我这是在给你喂招，看我腾龙诀够你学一辈子了。你少唬人，腾龙诀200年前就失传了。啊！真是腾龙诀？你在哪学的？大哥，大哥，你到底什么人？我送外卖的。送外卖你就送外卖，打人是犯法的，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屁啊！海洋哥，我奶奶明天结婚，我回去参加她婚礼。不错不错啊。对了，你的腾龙诀是谁教你的？这可是我们龙位顶级的功法，你必须说清楚。这个可不是别人教我的，是我教你的。你的意思是你是龙位创始人大齐太子？你觉得一个送外卖的能同时拥有腾龙诀还有这个天龙御臂吗？这不可能，大齐太子200年前就死了，你到底是谁？出去时或者没有令，请您立刻去见他，不得有误。我不管你是谁，这件事至关重要，你必须跟我走，必须弄清楚。哎哎，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竟敢擅自将镇守边境的龙卫撤离。霍掌门，你问问大家，现在谁还愿意干这种亏本的买卖？没错，如今龙卫四分五裂，各自为营，我们撤兵也只为了自保。你们这样做不是忘本吗？什么忘本不忘本的，大齐都灭亡多久了，关我们什么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想请霍掌门主动退位，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你们敢？你们都曾受过龙威庇护，现在怎么能忘恩负义逼霍掌门退位的？朱雀，你少在这提什么忘恩负义，我们在边境拼命的时候你又在哪？好，我不和你争辩这些，你们就说你们怎么才敢回去重守边境。之前不是听霍掌门说天龙玉佩即将出世了，如果你将天龙玉佩和大齐太子留下的龙位秘宝交出来，我们就考虑重回边境。你说什么？大齐太子留下的秘宝？我怎么不知道？哪来的臭送外卖的，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给我滚出去。你就是青龙吧？想当年你的祖先小龙跟你一样脾气暴躁，后来被我教训了一顿就老实了。朱雀，你哪找来这么个疯子？还有，是再敢胡说八道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今天这里可真热闹啊。我给大家介绍两位熟人。周望天，他怎么会在这里？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白虎，你要明白这是龙位的禁地，你怎么能擅自将赵家的人带进来？霍掌门，瞧你这话说的，朱雀不也带了一个外卖员进来吗？爸，天龙玉佩就在那行者手上。哦，今天只要把玉佩弄到手，赵家就能执掌龙位。哎，你知道吗？白虎的先祖小时候跟我在外喝醉了酒，冲撞了我，结果被我拔刀吓尿了裤子。你闭嘴吧，白虎的战力和势力是我们四个最强的，你可别惹麻烦。废话不多说了，今天我不管你们各自有什么目的，我白虎只有一句话，交出天龙玉佩和龙位秘宝，否则这里将鸡犬不留。白虎，你真以为你天下无敌了吗？我们可不怕你。霍掌门，你也不愿意交出秘宝吗？休想。有骨气，不愧是霍掌门。但可惜有我赵家支持白虎使，你们所有人加一起也不是我们对手。既然白虎有赵家支持，那我们尽听白虎使吧。现在还有谁敢反对我白虎？站出来。我反对。嗯，小子，你是从哪冒出来的？想找死吗？
白骨大人，这个小子身上就有天龙玉佩。小子，交出天龙玉佩，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白骨，你可知道你的先祖小虎从不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讲话，你的胆子可不小啊。小兄弟，玉佩不能给他，赵家如果是掌握了龙位，肯定会变本加厉的敛财，我龙位绝不能成为他祸害百姓的工具。你白虎，别跟他们废话，只要我们赵家执掌龙位，金钱与秘宝要什么有什么。小子，你胆子不小啊，只要你交出玉佩，我便收你做我的手下，荣华富贵应有尽有。白虎，要是你的先祖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估计会从棺材跳出来。大齐太子的苦心经营真是可惜了。哎，你知道那所谓的大齐太子最终的下场是什么吗？大齐太子的母亲他们一家人都被我先祖以谋反罪流放边疆啊。先祖们真是厉害。原来你就是赵禄山这个畜生的后代。赵禄山，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账的。还有你们俩，一个也别想逃。算了，既然如此，我也不愿意看到龙位的内斗。秘宝给白虎吧。哎，快把玉佩交出来，我马上就要天下无敌了。离我远一点，我要替小虎子教训这个不孝的子孙。不自量力的东西，你找死。大人，我操，如果我的战力是3000的话，这小子的战力起码有10000，他到底是什么来的？你们俩先走，这小子有点厉害，顾不上你们。走了。小子，别太放肆，我再吃我一招。啊！哎，小子，我偷到你的玉佩了。玉佩，等我拿到秘宝，第一个我就杀了你。那现在怎么办？传说这秘宝威力无穷，无人可以抵挡，怎么办啊？哦，我想起来了，白虎，我劝你最好不要打他。小子，你死定了。这是一卷纸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竟然是太子。现在太子殿下就在此地，你们谁敢不服？不可能啊。这小子明明就是一个送外卖的。那你怎么不继续动手啊？废话，咱三个加起来都不过他打的。你敢动，你试试。你们说说你们啊，这才200年就把我龙位搞成这个样子啊。等我回到大齐，我一定把这件事情通通告诉你们先祖。参见太子殿下。请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先祖。我们实在是羞愧难当。啊，算了算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龙位能存到现在已经不错。你们继续来管龙位，可别再让本太子失望了。太子，要不现在我马上就去把赵氏集团给处理了，为您出口恶气。哎，别冲动。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隐瞒我的真实身份，秘密调查赵氏集团。我想回去啊，还得从赵家寻找线索。太子殿下，我记得这块玉佩出自《天宫炼器》这本古书。没错，这玉佩是当年炼器一族专供皇室的。我之所以能够穿越到现在，与这玉佩有莫大的关联。只是我怎么回去，我实在没有任何头绪啊。太子殿下，天宫炼器好像在古董江山。古董江山？好，傅振海，你继续掌管龙位，要是他们四个再敢造反，绝不姑息。遵命。如雀，跟在太子身边，务必护太子周全。
秦如月，秦如月，才一个晚上不到，你这又多了一个红颜知己啊！啊，不是，你听我解释啊，我今天呢，赶紧来，有急事儿。我帮不了你这个忙，除非你让你身边这个女人离开你。不可能，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海洋先生。行啊，秦如月，如果你真的想让我陪你去舞会，就先带我去找天宫练气行不行？啊，李秘书。打个电话给古树库房，看看天宫炼器还在不在库里。嗯，谢谢，谢谢。不好了，古树库房熄火了。什么？救火！海洋，这怎么回事啊？快别问了，快去救火！啊，陆明，小心，火太大了！哎。天宫炼器，天宫炼器，整个书房都烧完了，我还是没找到天宫炼器。那怎么办？没有天宫炼器，我们现在就麻烦了。等一下，我好像记得有人见过这本书，要是找到那个人，说不定会回忆起书里的内容。是谁？是陆明的妹妹陆瑶。啊！快带我去找你妹妹。今天是我妹妹的演讲日，我带你去找她。秦总，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全都烧完了。海洋先生呢？哦，对了，你去告诉海洋一声，让他别忘了今天晚上的舞会。好。今天我将为大家展示我的研究报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并支持。海洋，你看，这就是我妹妹陆瑶，她可真是给我长脸，不仅考上了好大学，还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陆瑶，你还有脸在这里做演讲？这些所谓的研究报告全都是抄袭我的。师姐，你为什么要冤枉我？你一来就抢了我的风头，你以为我会善罢甘休？一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人，休想踩在我头上。瑶瑶，我只是揭穿了你抄袭的事实，你为什么要动手打我？没有。你怎么能打人呢？什么情况？你怎么能打人呢？大家冷静一下，如果瑶瑶真的做错了什么，我替她给大家道歉。谁允许你进来？你们两个送外卖的，这不欢迎你，请你们出去。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前，我们是不会离开的，并且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侮辱陆瑶。兄弟，别误会，我是瑶瑶的哥哥。果然是一家人啊，妹妹抄袭，哥哥送外卖，真是绝配。我没有抄袭，真正抄袭的人是许清。陆瑶，如果你再敢诬陷许清，我就让法律来制裁你。瑶瑶，别闹了，以后哥哥赚钱养你，咱们走吧。哥，我没有胡说，许清不光抄袭我的研究报告，他还在职场上霸凌我，我有证据。这些都是他逼我完成任务时留下的，完不成任务就掐我、打我，还甚至羞辱我，我实在是受不了，甚至还想过轻生。陆瑶，如果你再敢乱咬人，不仅会让你马上滚蛋，还会让你哥丢掉工作。面对霸凌，要勇敢站出来，否则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这完全是诽谤，许清师妹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组长，我认为应该深入调查陆瑶，像他这种底层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考进来，他一定是作弊了。作弊？就你们这种水平，连我都可以轻松应对，瑶瑶绝不可能作弊。少在这装腔作势的，你不过是个送外卖的，随便拿本书你也看不懂，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就试试。如果你们输了，必须向陆瑶道歉。算了，认输吧。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不就是讲大齐王朝的兴衰史吗？但是有一点说错了，大齐王朝的衰败是出自于赵陆山之手。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要修订的内容？是不是陆瑶瑶告诉你的？就这种东西还需要透露吗？你们可真够愚蠢的。混蛋，
我们花了数十万来铺垫学业和研究，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你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才学到的学识，而我一毛钱都没有，同样学，这还不够证明愚蠢吗？我再告诫你们一句，读书是为明事理，懂廉耻，而不是仗着学识去欺辱他人。你们输了，现在就向我妹妹道歉。真是可笑，他算什么东西，你让我跟他道歉？赶紧滚出去。怎么回事？谁敢欺负我们古董江山的姑爷？谁敢欺负我们古董江山的姑爷？李秘书，你刚才说的姑爷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懂？你这个贱样真让人恶心。张组长，我刚刚说的你应该能听明白吧？听得懂，听得懂。不过我和秦总关系都还没确定，现在就成为姑爷不太合适。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你凭什么觉得我们秦总能看得上你？你要不要看看自己什么德行？那你刚才说的不也是……我说的当然是海洋先生。怎么可能？他不过就是个送外卖的，秦总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帅啊，秦总他喜欢帅哥啊。先生，别忘了我们秦总邀请您参加的晚宴。什么？我作为古董江山的合作伙伴，秦总不邀请我邀请送外卖的？既然你们敢得罪我们古董江山的姑，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合作就取消了。不行，如果解除合作关系，我们就血本无归了。不要以为我们古董江山不知道你搞职场霸凌的那一套，随后我们古董江山的律师会联系你，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张远师哥，你得救我，否则我就完了。滚，都是你害的，赶紧滚。你是不是可以滚了？赶紧走。陆瑶，你还记得天孤炼气吗？陆瑶，你还记得天孤炼气吧？关于天宫炼气那本书，因为都是古文字，我看不懂，所以就还回去了。那可怎么办？没有那本书我就回不去啊。回去？你回哪里去啊？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大齐太子海洋。海洋哥，你可真幽默，你该不会让我给你转200块钱然后你封我个官道道吧？哎呀，我是认真的，你怎么这么信呢？啊，对了，海洋哥，这是我查到的大齐历史。自从大齐太子去世以后呢，他的母后和舅舅一家都被灭门，他的弟弟妹妹也遭到了屠杀，真是太惨了。这个反应，难道他真的跟大齐太子有什么关联？喂，秦总，你怎么还不来啊？好，马上过去。海洋哥，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哎，秦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忙得把这事给忘了。海洋，你怎么还穿着这身衣服？我不是跟你说过要盛装出席吗？盛装？我就这么一件衣服啊。他是谁啊？天孤炼气。走吧，我带你换一身行头。赵少，你就让我加入你的公司吧，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你这小妖精，不过看见你还有几分姿色，就留在我身边。赵少，你好坏啊。不是谁啊，不长眼哟。还真是冤家路窄啊，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小贱人。看什么看，没听见赵少说的话吗？还不赶紧把赵少的鞋子擦干净。周八天，我已经还清你的钱了，求你不要再针对我了。针对你？你把老子的鞋弄脏了，我让你擦干净，那不是很正常吗？快擦呀，做的什么呢？这就是得罪老子的下场。这只擦。
思思，你们在干什么？思思，快起来！哟，海洋，不是你个送外卖的，也配来这种舞会啊？是我邀请他来的，怎么，你有意见？秦总，那不是堂堂江城第一美女总裁，竟然被一个送外卖的？赵霸天，江思思是我古董江山的员工，你欺负江思思，就等于打我们古董江山的脸。古董江山算个屁呀、啊！如今我赵家已经和龙卫白虎大人合作了，现在是今非昔比。哼，你怎么在这个地方？我想着下班以后打点零工，好凑点挣钱还给秦雪琪。没想到遇到这种事情。什么？赵霸天，我说过，迟早要收拾你。赵霸天，说过，迟早要收拾你。哼。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想收拾我，简直是异想天开。就是你一个臭送外卖的，你敢收拾赵少，我看他也是白日做梦吧。哎，这不是我们班班花陆遥吗？怎么你也跟这个臭送外卖的混在一起了？不过你俩真的还挺般配的，一副群三下。送外卖怎么了？至少比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人要强。你个小贱货，迟早有一天我撕了你的脸！像你这样的人，迟早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报应？今天赵少在场，我看在场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啊！赵少，你看他打我！我本来今天心情就不好，还偏要说那些无理的要求，那我就只好满足你了。秦如月，你打我的舞伴，就等于打我的脸。告诉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来人！来人！赵少，我把东营第一忍术高手给您带来了。今天海洋这小子必死无疑。嗯，哟西，尤其国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弟，投降啊！海洋，这可是东营第一忍术杀手，你别逞强，你快走啊！忍者很了不起吗？想当年他们的祖宗比他们嚣张多了，最后不还是我的手下败将？阿甘，你们几个站远点，待会儿记得把眼睛闭上。弟弟，找死你干活！不愧是东瀛第一忍者，这速度，这送外卖的多半是废了。八嘎！八哥，敢不敢跟我正面对抗？红彪，再敢找这种骗子来，信不信我弄死你？红彪，再敢找这种骗子，信不信我弄死你？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果然很帅。当然是，不过他会不会看上你就难说了。我觉得海洋哥更喜欢我。小的骗子还敢和我抢男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小子，你别得意太早了，我请的大人物马上就到了，你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好、啊，是吗？不是你有病吧？你跑来跑去的。嗯，没想到你堂堂赵家大少竟有如此癖。你找死是吧你？赶紧穿上吧，少在这丢人现眼。滚呢！小子，我早就告诉过你，今晚谁都别想走出这个舞会。
我请的大人物就要到了。白虎大人到。白虎大人到。白虎大人，这个小子屡次欺辱我，请您看在赵家与龙卫合作关系的份上，还请您出手啊，帮我拿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畜生。哦，在这江城竟还有人敢给你赵大天啊！我倒要看是谁这么大胆。就是他。小伙子，是我吗？赵大天是吗？我去你大爷的！不好！谁说我跟你有关系？我他妈都不认。我赵霸天啊！诸位，抱歉抱歉，我走错地方了。你们继续，别管我啊！继续继续。不是你，白虎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走呢？去你大爷！滚一边去！呸！小子，你给我等着啊！帅哥，请问可以当你的舞伴吗？长得挺好看的。帅哥，我是江城首富的女儿，跟我在一起可以让你少奋斗30年。这么诱人啊！让，你给我让开！你还喜欢上了是吧？我说了，你只能当我一个人的舞伴。你们都给我听着，海洋只能做我一个人，你谁也不准抢。海洋哥，我突然想到那本古书的某个情节了，我们赶紧走吧。说。你给我等着，海洋，海洋，你等等我。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海洋。哎，等等，你刚才提起了天宫炼气的内容，你快说一下。陆氏玉佩，难道你们家族是？海洋哥，其实我哥一直有事瞒着你，我们是来自帝都的陆家，祖上曾是大齐皇室御用的炼气师。你们家族竟然是大齐皇室御用炼气师的后代？之所以瞒着你，是因为当年我哥被人骗，失去了全部家产，还导致我母亲生病，所以从那以后，我和我哥就不再提及这个身份了。所以这个玉佩你认识吗？当然认识，而且那本天宫炼器是我哥为了筹集妈妈的医药费才抵押给古董江山的。这么说你们是知道天宫炼器写了什么？炼器师的传承早就断了，我们根本看不懂那书里的文字，所以我才去学历史研究专业。看来这条线索又断了，我怎么办呢？真是的。你就是海洋吧？林君，你又是哪个？在这里嗡嗡嗡吵得烦死了。嫂子，别装不认识。那天打我们两个的时候。原来是你这小子。咋的？又来找打？本小姐也不为难，如果你向我两个小弟鞠躬道歉，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笑话，我怎么可能向你们这群盗贼道歉？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上啊！老大，我们打不过他。废，走开，上我来！哼！放开我！放开！放开你，我可不敢！放开你，你要教训我怎么办呢？小子，你知道我们老大是什么身份吗？他可是龙卫霍家千金，再不放手你就死定了。听见没有？再不放手，有你好果子吃！真是嚣张跋扈啊！你们这些机车党，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老太太的钱财，当你是清的？你说什么？抢钱？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我是不是胡说八道？问他去！你别胡说！老大，这是在诬陷我们！若不是你们为非作歹，我懒得搭理你们这种人。快说实话，到底是不是真的？老大，我们也是跟那老太太玩呢，玩完准备把钱还给她。混蛋！你们两个一直在欺骗本小姐是吧？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我的队员，滚！好了，他们的事已经处理完了，现在也该算算你打我屁股的事了吧？打你屁股？谁看见了？你个流氓混蛋！老大，公司传来消息，董事会那些老家伙正在召开会议，准备罢免你。什么？他们竟然敢造反！哎，既然你不道歉，那就当我的保镖，啊，跟我去公司。天哥，刚我哥打电话来说，我妈妈的病情不乐观，让我去趟医院。好，我陪你一起去。医院那边交给我，让他跟我回公司。诸位，近来霍氏集团的股票持续暴跌，我们今天必须要让霍玉儿让出总裁的位置，否则我们大家的投资都要打了水漂啊。说的对，现在股票暴跌，我们的股票价值严重缩水，不要让霍玉儿退位，才能让我们集团微不远转。没错，必须让霍玉儿让出总裁的位置。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好，现在举手表决，不必再等霍玉儿同意了。你们这是想造反啊？霍小姐，集团在你手上的股票暴跌成这个样子，现在外面所有的投资商对我们是避之不及啊。现在只有我们这些股东才能出资挽救集团，但前提是你必须下台。你们这群老狐狸，集团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你们的不作为吗？现在却想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哎呀，霍小姐，我之前就说过了，你一个女人家是管理不好集团的，现在呢弄出这么大的乱子来，今天你必须给我们明确的交代，否则我许家将撤资。我江家也决定撤资。我也撤。我们要撤资。都给我住口，当初不是你们求着我入股的吗？啊，现在却把责任全归到我身上。霍小姐，我说过了，只要你让出总裁的位置，我们呢可以继续为集团注资嘛。看看你们做的好事，如果不是你们中饱私囊把土地开发项目给搞砸了，集团的荣誉怎么会受损，股票又怎么会暴跌？我不管是谁搞，既然你不肯让出总裁的位置，那我们就撤资，并且将手里的股票全部低价抛售。既然你们想抛，那就抛。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抛了，你们可别后悔。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子啊？竟敢在此大放厥词！你懂股票吗？啊？我不了解，但是我有能力接下你们所有人抛出的股票。霍小姐，这人是你带来的吧？口气不小啊！这是集团的重要会议，由不得他在这里撒野。他是我请来的保镖。滚出去！一个保镖怎么敢说能接下我们的股份？简直是大言不惭！真的太放肆了！再不出去我就报案了！都给我住口！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干什么？站一边去！目前公司账上还有3亿的流转资金，只要我们策略得当，仍有机会扭转乾坤。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霍小姐是如何的力挽狂澜呢。
股票持续下跌。难道公司真的就这么完了吗？既然已经无能为力，那就签了这份协议，让出总裁的位置。你，我说过，有我在，你们休想逼他退位。哼，霍小姐，你的人撕了我们的协议，你就真的不怕我们抛出所有的股票吗？徐家主，请听我解释。无需解释，你们敢抛，我就敢接。哼，赌气不行。既然你如此固执，那我们就成全你，全体抛售。抛，好。你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哼，霍小姐，集团崩溃，你霍氏集团也将负债累累。我看到时候你怎么跟霍老爷子交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都是因为你。不是说你能全部吃下吗？那你现在就吃吃我们看呢？吃啊！小子，今天的局面全部是因为你造成的。等一下，看你如何收场。现在我给你一个任务，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霍氏集团所有的股票给我买进。瞧瞧，瞧瞧，这小子还真的打电话叫人，真是笑死老子了。你还在演戏是吧？现在我们霍家都完了，集团也没了，高兴了是不是？玉儿，你休得放肆。海洋先生，都怪我没管好我的女儿，实属冒犯。你女儿刁蛮任性，要好好管管。你胡说什么呢？刚才是你们两个要对海洋先生不敬的。霍掌门，他一个小小的保镖大闹集团会议，我们没有对他动手就不错了，更何况他不敬。小保镖，海洋先生是我龙卫的贵人，是我都要尊敬的人，你们还想跟他动手啊？龙卫的贵人，这是我们惹不起的呀。完了，完了。霍掌门，这生意归生意嘛，就算他是龙卫的贵人，但他也应该负责啊。爸，海洋刚才让股东把所有股票都抛了，股票全被抛了，他又吃不下，霍家现在很危险。不是，你凭什么觉得我吃不下？小子，不是我看不起你，要是今天你能把所有的股票都吃下来，告诉你，我立马退出公司。我也一样。好，一言为定。等等，股票被人买了。等等，股票被人买了。不是吧，真有人敢买了？这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你怎么做到的？我说过，只要你们敢抛，我就敢吃。海洋先生厉害呀，这下我们集团可有救了呀。少拍马屁，我们的赌约你们还都记得吗？海洋先生，他们都是霍氏集团的元老，你看能不能饶他们一次？饶他们一次？要是不给他们点教训，我看他们是改不了了。海洋先生，我知道错了，以后呢凡是有什么事您呢尽管吩咐啊。那就给霍掌门一个面子，要是再犯让你们破产清算。是。快走走。原来在这个世界，这些老板赚钱这么容易。我每天跑外卖，反而没这些人动动手指这么多。来，
玉儿，爸已经老了，我看是时候给我们霍家找个继承人了。我看海洋先生就很不错。爸，你胡说什么呢？别任性，他的身份永远在我之上，你要牢牢地抓住他，听见没有？你要干嘛？走，跟我出去一下。哎，别乱来！你要带我去哪儿？为了感谢你，我带你去个地方，明天一定要来哦。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的天哪，这地方也太高级了哈！这可是江城最豪华的餐厅，随便一个菜都是天价，当然高级。啊！这个好，这个好。我去趟洗手间。去去去！吃个饭怎么还动叉动刀？打招呼呢，真不行。哇塞！好吃。经理，哪里来的乞丐，在我们高级餐厅吃相这么粗俗，赶紧把他撵走。好的，经理。先生，您是怎么进来的？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肯定是走那个大门走进来的呀。这位先生，我们这里可是九星餐厅，不是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的。这话怎么说的？就吃个饭，你还整个上等人下等人的歧视啊？没办法，您这吃相，我很有理由怀疑你是来吃霸王餐的。毕竟我们餐厅可是很贵的。这是账单，你最好看清楚你全身家当能否付得起这块顶级牛排的价格。个十八七，别数了，两万八。两万八？这么贵吗？我没钱付啊。我就知道是个吃霸王餐的穷鬼，识相的赶紧给我滚出去，否则有你好果子吃。我是付不起，但有人给我付啊。有人帮你付？谁呀？你让他出来呀。本小姐给他付，你有意见？霍大小姐，我没意见，不好意思打扰两位了，对不起对不起。真是扫兴。还得是霍大小姐啊，这不像我，上哪儿都被踩两脚。先生，真的很对不起。先生，真的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我让你经理把你开除了，也说不是故意，行吗？先生，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这只是小小的意外，况且我已经跟您道过歉了。你们乡巴佬，老子需要你给我道歉。就这么喜欢欺负人呢？海洋哥，原来是你小子，真是冤家路窄啊。小子，你赶紧给老子跪下，否则我今天就叫人废了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叫了也是没用。海洋哥，别担心，我们经理很护犊子的，我去叫他过来。赶紧叫人过来。哟，怎么看见我叫人知道怂了，怂了就给小爷跪一下。跪下？你们是什么人？在九星餐厅不准有人吵吵闹闹。徐经理，老子可是许氏家族的人，你最好躲远点。你是许氏家族的许烧？没错。知道害怕了？害怕了就赶紧滚。你惹了事就滚到后面去，别在这儿碍手碍脚。海洋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经理虽然高傲，但是还是很护犊子的。我数三声，你们再不离开的话，我死父整条街都是老子的，就是打死你也得给我憋着。在江城，不管是谁犯了什么事儿，惹了什么人，只要进到我九星餐厅，就没人可以动的。
你想跑呢？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住手！我看谁敢动我的人。原来是霍大小姐的人，那我就先走了。霍大小姐，你和他怎么？刚才不是对我男朋友很凶吗？你再凶一个试试。男朋友？啊？男朋友？啊？不是，我什么时候跟你成为这种关系了？本小姐看上的人就是我的男朋友。嗯，我玉儿，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这个废物？你竟然选他？他很强，我很喜欢。我玉儿，我爸马上就收购你家公司，你最好巴结巴结老子，否则你知道后果。你是说许家主是你爸？没错，知道害怕了，害怕了就赶紧给小爷跪下。看来这小子是不知道他爸的事了。不过没关系，待会儿会让他们明白的。少在那装腔作势，赶紧跪下，否则让你吃够苦头。郭玉儿，你要是现在从了老子的话，我还可以让我爸给你留掉。那你倒是说说留多少。留多少那不得看看你伺候的本上爽不爽啊。你竟敢动手，我现在就叫我爸过来，你给我等着。你爸？别说你爸，把你爷爷叫过来都不好使。爸，我在九星天庭被人打了，你赶紧过来。真没出息，你这种人怎么敢追本小姐？做梦吧你。我看谁敢动我儿子都活腻了是吧。我看谁敢动我儿子都活腻了是吧。爸，你终于来了，我被人打了，你得替我做主啊。是谁？赶紧给我滚过来跪下，否则我让你们后悔一辈子。是我。还有本小姐。爸，就是他俩，你赶紧把霍玉儿这个贱人的公司给收购了，给我出气。还有这个送外卖的，把他给我推打断。许家主，赶紧替你儿子收购公司啊，赶紧替你儿子打断我的狗腿。误会，这都是误会啊。爸，误会什么？没有误会，就是他打的我。你去把他出去。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爸，你害怕霍玉儿干什么？我们不是要收购霍家公司了吗？你是个畜生的。你可知道海洋先生可是龙卫霍掌门的贵人呐。什么？不是龙卫霍掌门的人？这不可能啊。把这个畜生给我往死里打，打到海洋先生满意为止。算了，赶紧滚吧，看到你们就烦。是啊，走。拜拜。哦，对了，小鹏，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不大学马上开学了吗？我就没送外卖了，就在大学附近勤工俭学。谁曾想碰到这种事情？以后有事情直接找你们经理就行了。嗯。喂。哎呦哥，我妈病情加重了，赶紧来医院吧。你别着急啊，马上到。哎，病人病情拖得太久了，以我的医术应该是治不好了。你们把他带回去吧，说不定还能好一些。刘医生，刘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哎，儿子，你再回家吧。儿子不孝啊，要不是我当年做那些错事把钱全亏完了，你也不会没有钱治病等到现在。儿子，妈不怪你。妈，只要你和瑶瑶好好的，妈就放心了。儿子，咱走吧。妈。哥，咱们回家吧。我这儿还有一个办法，说不定能治好你妈的病。
这是我祖传的安姑牛黄丹，应该能有效果。等一下，哎，你干什么？把药还给我。这可是200年前的安宫牛黄丸，药效极其猛烈，以他的身体承受不住啊。你自己看看，不用这个药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若执意要此药，必须分2次给他吃，否则你走开。哎，又要我出手了。还你出手，自己看看阿姨还有什么问题吗？这只是假象，阿姨她的体内正在受到药力的猛力冲击，药效虽好，但是你别忘了她身体虚弱这件事情啊。小姑娘，这怎么了？妈，妈，怎么会这样？妈，不可能啊！妈，小医生，我妈怎么了呀？怎么回事？刚刚明明都已经有好转了。我就说了会出事情了吧？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敢擅自给病人扎针！闭嘴，好看着啊！这太神奇了，阿姨面色红润，居然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海洋兄弟，谢谢你。海洋哥，谢谢你救了我妈妈。不用谢，当年啊，我学医的时候，我的恩师李老先生曾经说过，宁可架上药生尘，不愿人间有疾苦，但愿萧医生谨记啊。那你这针灸的技法也是同那位先生学的？没错，华阳针法，这可是李老先生的绝学。好了，阿姨静养2周就可以出院了，你们等会儿去办理手续。萧医生，麻烦您了。海洋先生，你跟我出来一下，有事要跟你说。哎，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不方便，是很私密的事儿。什么私密的事儿？出来。哎哎，不是，咱有话好好说。你想干嘛？我想做个事情。什么事情？你这样我喊人了。不行，你喊人我会不好意思的。你靠近一点。这不行，这有伤风化，这不行。为什么不行？难道我不优秀？我不配吗？你很优秀，但是在这里真的不喜欢。求求我不管，我就是要拜你为师。师父在上，请受我华阳针法。哦，你这么大动静就是为了拜我为师啊？不然呢？你以为呢？我以为你能干啥呢？人家我答应你，赶紧起来吧。你这个禽兽，放开可云！可云，这个禽兽没对你做什么吧？你干什么，刘医生？他是我师父，你没事吧，师父？师父，我想你是误会了。萧医生他只是想拜我为师而已。嗯，拜师？嗯，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有什么值得可云拜的？我看你就想占可云便宜。刘医生，请注意你的言辞。我师父要是想占我便宜，难道我还会偏袒他吗？对对对，可云，我追了你那么久，你都不答应。我知道你不是个随便的人。他一定是骗你的，相信我，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他抓走。保安，保安，这有人耍流氓啊！谁那么大胆，敢在医院耍流氓？就是他，在这里调戏哄骗萧医生。不是哥们儿，你这3秒钟给我扣了多少帽子？少废话，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你们误会了，是我主动喊海洋师傅到这里来的，是我自愿的。你平时说话都一直这么狂野的吗？禽兽，你凭什么？可能是我的魅力比较大吧。你们也都听到了啊，萧医生说他是自愿的。嗯，哎，既然萧医生说是自愿的，那我们也就管不着了。刘医生，我们走了。走。不对，你绝对有问题。可云他从来都只对医术痴迷，是不可能对你动心的。哎，你猜对了，
正是因为我的医术高明，才得到萧医生的赏识。有什么问题吗？你胡说八道！你算什么东西？医术高？你高哪儿了？你哪儿高啊？我亲眼看见海洋用针灸救下陆明的母亲。这不可能！陆明母亲的病连我都没办法，他怎么可能治好？可渊，你别被他骗了。不是哥们儿，你出去拐过弯到陆明母亲的房间看一下不就知道了？不用，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治好陆明母亲。刘医生，你们都在呢。不是你怎么能走了？我妈说躺太久了，想出去活动活动。这不可能，一定是我眼花了。刘医生啊，我现在想出院了，我感觉我的身体已经好了，你看。哎，妈，小心点，小心点。这怎么可能呢？刘医生，多多努力啊！可云，刘医生，你以后不要跟我说话，我怕我师父误会。是你们逼我的，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喂，赵少，我是咱教师医院的医生小刘啊。之前您让我找到陆明，他现在正跟他母亲在我们医院呢。哎，好好好。哼。凭什么打我？陆明。我听说海洋一直在找一本古书是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孤影江山找我的事是你干的吧？那本书也是你拿的吧？啊！当年我社群让你败光家产，就是想知道你先祖到底有没有给你留下天龙玉佩，结果你给我一本破书，我索性就丢给孤影江山。现在海洋也在找那本书，还真是巧啊。我不知道你那本书在哪里，你找错人了。啊，你派人跟踪我。听说你母亲还在这家医院，你不把书交出来，后果你知道的。千雪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你还知道来见我呀？自从上次分开之后，你就不知道回来了是吧？我不是一直在处理事情吗？处理事情？我看你是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吧？我怎么可能有新欢呢？师父，你还没有传授我淮安针法，他又是谁？他，我，出宫收的小徒弟，理解一下吗？哦，千雪姐。这是我和我哥之前管你借的钱，现在手头宽裕了一点，现在还给你。这都是小事儿。瑶瑶，我跟海洋还有事要说，你们俩。哦，好，明白，走吧。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还原针法啊？我改天啊，我改天去找你。哎，海洋，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事要说。我要回柳家了。回柳家？你不是一直不想回去吗？我爸派人给我传递消息，说我刘家已经快被赵氏集团打压到破产了。赵氏集团？我有一万种办法收拾他啊。哎，放心吧。你快别胡说了。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我怕以后都见不到你了。那不挺好，不用还钱了。你是木头脑袋吗？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你是不是喜欢我？表不承认啊？混蛋，大混蛋！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带走。你以为你是谁啊？竟敢插手我们柳家的事情！爸，你怎么来了？我要是再不来，都和这小子私奔了。千雪，为父实在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这个人张口跟我要钱。爸，你别说了。小子，看你这个样子肯定知道我们家千雪的身份吧。
我知道他的身份。你倒是自己觉得你配得上我们家千寻，你一个送外卖的跟我们柳家门不当户不对，你打算让他以后跟你一起受苦吗？回答我。伯父，我并不觉得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有什么不对，并且你又怎么知道今天的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哈哈哈哈，我怎么知道？你什么背景，你什么学历，我调查的一清二楚，你根本配不上我们千寻。而且如果你再继续纠缠千寻的话，我让你下辈子在轮椅上度过。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走，现在跟我回家，从此不得踏出柳家半步。伯父，只要千寻不愿意跟你回去，今天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带不走的。哼，哈哈哈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你找死吧。来人，我刚才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你现在是自找的。哼，把他的腿给我打断。是海洋啊。滚，上啊。他上次把我们打惨了。哦，你还会武功啊。哼，倒是挺蛮横的嘛。不过现在这个社会，蛮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让开。爸，海洋，你先出去，让我跟我爸好好谈谈。好，放心千寻，只要你不想走，没有人能把你带走。爸，我真的不想嫁给赵霸天那个混蛋，我只想过好我自己平平淡淡的日子，你就让我把他带走。海洋哥，他们把千雪姐带走了。什么？带走了？千雪，千雪，不要跟他走！我找死啊！敢拦我的车，你给我滚！都说虎毒不食子。你还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火坑？赵霸天比你强一千倍一万倍，你根本没有资格跟他比。千雪已经决定跟我回去了，你赶紧滚！千雪，千雪，别费劲了，你和千雪之间是不可能的，已经，你是一个底层人，滚！再不滚的话，我车从你身上碾过去。就算你从我身上碾过去，今天也绝对不让你把千雪带走。你有种就继续挡。千雪，千雪，千雪，撞死他！海洋哥，你醒了。小医生，小医生，海洋哥醒了。师父，终于醒了。终于醒了。我躺了多久了？一个多星期了。咦，千雪，千雪呢？他被他爹带走了呀。对了，海洋哥，那个霍掌门给你打电话说，他收集了一些关于赵家的情报，让你前去商议。赵家？嗯。又是赵家。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进来的？我是霍振海请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小叶，我是龙卫四使青龙的弟子，霍家的准女婿。待会儿我让青龙亲自找你谈话。没事，打好打好打好。海洋先生，我已经查清楚赵家所有的地下产业。霍夫人，你不是说我是霍家的准女婿吗？那这个人来是干什么？万贤旭啊，这也不是我们叫他来的呀。你谁呀？谁叫你来的？你现在给我滚出去！给我闭嘴！我还没死呢，这霍家我做主，我想让谁来就让谁来。滚开！快去叫医师啊！快去啊！这门。医生，他
救救我丈夫。霍夫人，霍老的病我也无能为力了，你还是尽快去找萧可云医师吧。要是能萧可云来，霍振海早挂墙上了。还是我来吧。你小子休要口出狂言，整个江城除了萧医师，没有谁救得了霍老。是吗？那你可知道我是萧可云的师父。哼，霍夫人，这种狂徒还不轰走，留着过年吗？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进我霍家。哼。小子，你想干什么？再敢乱战，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都怪你，要不是你在这儿胡搅蛮缠，振海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小子，我看你今天是找死是吧？我看你今天是找死是吧？青龙这小子平时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青龙大人不敬！青龙平时见到我都得恭恭敬敬地向我鞠躬啊！你敢打人了？反了，反了你了！再不让，连你一块打！小子，你要再敢捣乱，我就不治了。到时候霍老出了问题，我看你怎么收场！那你还不快走？还在这碍眼？要不他们拦着，还用得着你治？你，医生啊！你赶紧救救我丈夫，我怕他等不到小医生来啊。本来我有一成的把握控制霍老的病情，但是现在我受此人侮辱，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呀，医生，你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我找谁来救我丈夫啊？他不是口口声声说可以吗？你们找他就是，我就不奉陪了。他呀，就是一个江湖骗子，他怎么能和您老人家相比呢？我现在呀，就找人把他轰出去。霍老，小子，你要是敢扎下去，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闭嘴！呼吸急促，是急火攻心，必须采用放血法，才能缓解。杀人了！杀人了！快把他抓起来！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今天非要拿你开刀！都给我住手！你们准备干什么？玉儿，这个畜生，他把你爸爸给杀了。萧医师，你赶紧去看看，那小子不懂装懂，给霍老上了一针。霍老现在很危险啊。你们在胡说什么？要不是海洋下的那一针释放了霍老体内的气血，或许已经晚了。这不可能，他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懂医术？没错，萧医生，你不用再替他袒护了。我并不是袒护他，而是他是我师父，霍老现在的情况估计也只有我师父才能救了。他真的是你师父？等霍振海醒了，你自然就知道了。霍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龙卫的贵人，我的恩人，你们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就是青龙大人说的龙卫的贵人，我真是瞎了眼了，惹到这种大人物。尤其是你，有眼无珠，我要叫青龙好好的处罚你。霍老，刚才我们不知道他是你的贵人，所以才……给我滚！你们两个，给我滚出霍家去！我们这就走。这就走。海洋先生，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爸，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还请你能够答应。要是能答应，我便了无牵挂了。但说无妨，还请海洋先生娶了小女吧。海洋先生，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想我能够把这丫头托付给你。
我也算了了心愿了。爸，你说什么呢？现在都讲究自由恋爱，谁还搞托付这一套？没错，老爷子，你是糊涂了。放着青楼那么好的弟子你不要，这个畜生你要他干什么？你给我闭嘴！这个家庭都是因为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还有脸在这说？赶紧给我滚！你，副掌门，其实我早已有心仪之人，所以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我缺你一个。霍小姐这么想的话，那最好不过了。师父，你就少说两句吧。哎，也算我闺女没有这个福气，也罢了。臭直男，你们聊吧，我先去公司了。太子殿下，我已经收集了赵家的所有证据，就等您一声令下。朱雀，这是赵家所有罪证，我们已经整理清楚了。这群猪狗不如的家伙，我要把他们株连九族。喂，好的，知道了。海洋先生，龙尾探子来报，拍卖行正在拍卖天宫炼器。什么？朱雀，随我前去，这次必须把天宫炼器拿到手。走。话说朱雀，你准备了多少资金？这一次可不要再让天宫炼器跑了。我？我没钱。没钱？来拍卖会干嘛？哎呀，坐坐坐坐坐，待会儿我看谁拍下来了，我帮你抢过来。哎呦我的妈！哼，你这个办法行不通，你得换一个。哎，海洋，我就知道你会来。赵霸天，你又想打什么鬼主意啊？穿的人模狗样的，不是你们送外卖的，怎么有脸来参加拍卖会啊？赵霸天，你放肆！我放肆？不是你们身上没钱，还敢来参加拍卖会？不是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们，是来明抢的。你，哎，等着。哎，各位看一下啊，这个送外卖的敢来参加拍卖会，大家觉得他想干嘛呀？啊，不会吧，都什么社会了还敢在光天化日下抢劫？还真说不准，现在啊还真是什么人都有。赵霸天，你少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不是，你要是没钱的话可以跪下来求我，要是我心情好可以借给你们点。不必。我们有钱。有钱？笑话！不是你个送外卖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啊？还敢来参加拍卖会啊？我古董江山市值50亿，有没有资格参加你们的拍卖会？我霍氏集团市值100亿，有没有资格参加拍卖会？不是你们两个有毒是吧？哪儿都有你们！赵霸天，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佩服佩服，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为了这个废赌上全部身家，这真是不简单呢。不过你们今天可都要失望了。失望？嗯，你到底什么意思？王彪，刑场说出去，出去，走，这快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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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开车，走，快点，走，出去，出去，快点，快，快点，快点。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我的人专门在这等着呢。你这些人确定能挡得住我？知道挡不住，但是你知道那本古书是谁的吗？那本书一直寄存在我们古董江山，并没有它的实际记录。那本书啊，是你好兄弟陆明的。可怜的海洋啊，竟被好兄弟玩弄于股掌之间。你说那本天宫炼器是陆明给你拿来拍卖的？嗯，快，赶快给陆明打电话，立刻让他取消拍卖。我愿意私下里找他买卖。哎，不用打了。那，
在我这儿。哎呀，海洋，没想到吧？你的好兄弟宁愿把书给我，也不给你，是不是很伤心呢？被兄弟两肋插刀，兄弟回头捅你两刀，真可怜。你一定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否则陆明是不可能助纣为虐的。真聪明啊，那天我差点没把他打死，他才把这本书给我的。我劝你啊，交出天龙玉佩，否则我就把他点了啊。海洋，你要是不交出天龙玉佩，就只能得到一堆灰烬。嗯，赵半天，你这简直是强取豪夺。强取豪夺也是本事，穷人就该被老子抢。赵半天，你现在把天宫炼器给我，我还可以考虑给你赵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是，你什么东西啊，还给我赵家机会？只要我拿到了天龙玉佩啊，整个龙位都是我赵家的，到时候我弄死你就比弄死一只虫子还简单。你以为龙卫会听你的，蠢货。三秒之内不交出天龙玉佩，我就撕了他。想要玉佩操控龙卫，想都别想。好，有种。你要是再敢撕，龙卫就把你赵家全部清算，鸡犬不留。你威胁我是吧？我就撕了又怎么样啊，找死。哎，对于这种人让我来。这都是你找的。海洋，你以为你能拿捏我是吧？看看这是谁。海洋，你别听他的，别向这个混蛋妥协，放开我。这是千雪。赵半天，你个混蛋，你竟然以女人为代价来要挟我们。只要能成功，赵半天愿意放弃所有一切。赵半天，哪怕是柳千雪的命，只要敢动千雪一根头发，保证让你后悔一辈子。海洋，我劝你把手放开，否则手下就要对柳千雪动手了。原来你果然喜欢柳千雪。少废话，赶紧把千雪给我放了。放你妹啊，她是我未婚妻，我怎么可能把她放了？你不配娶她。我龙卫有能力解救柳千雪，赵霸天，我劝你好自为之。笑话，等我们完婚之后，我就把她藏到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到时候龙卫怎么找啊你啊？那我现在就废了你，省得你祸害柳千雪。快说，怎么样才能把千雪给放了？我们要给海洋请柬。海洋，我就要和柳千雪完婚了，你要是真的喜欢她，就拿天龙玉佩来拿来交换，否则婚后我一定会让她生不如死。哎呀，你一个底层人物还碰什么豪门小妞啊，真是可笑。走开。海洋，你难道真的要让千雪嫁给这么一个混蛋吗？现在的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海洋哥，你还有我们。陆明，你为什么要当赵霸天的马仔？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亏海洋还给你妈这边给你筹钱，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你。海洋兄弟，是哥哥对不起你，你要打要骂都可以，不怪你，这是赵霸天逼你的，我能理解。不，是我害千雪被带走的，这个事情是我的错。这和柳千雪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说的是你把天宫炼器卖给赵霸天的事，我真想打死你。出去。在赵霸天的威逼之下，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况且陆明也有自己的难处。哎，等等，你在说什么呀？我没有把天宫炼器卖给赵霸天啊。什么？你不能污蔑我呀。你的意思是那本书是我送给赵霸天的呀？什么？打死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我只送了一本而已。你的意思是，你还有？啊？
我去，这么多！这些你都怎么来了？那天古董江山不是着火了吗？我就把天宫炼器捡了一本回去，抄了几十本，想挣点钱。啊，谁知道被赵霸天知道了，他非让我给他，然后我就给了他一本，就这样了。海洋兄弟，你不要看了，这上面的文字早就失传了，没有人能看懂。不，我认他。朱雀，你现在马上回去，让霍掌门带龙卫包围赵家婚礼现场，等候我的指令。是，我先去救千雪。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打电话摇人，帮海洋打败赵霸天。好，好，出发，出发。下面有请新娘入场。柳千雪，所有的宾客都到齐了，你在磨蹭什么呀？啊，你就这么不愿意嫁给我？我就比不上海洋那个送外卖的？你就是比不上的，我就是不想嫁给你。妈的！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陪我把这场戏演完，我赵家就让你们柳家家破人亡。我会亲手送你和你父亲上路的，我等着你啊。霸天，以后我们家千雪就交给你了。柳伯父请放心，我会好好待千雪的。哎，还叫伯父，以后得叫爸啊。等我，千雪，我来了。海洋，千雪，别怕，我来了。我说过，只要你不愿意，就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刘家主，你不是说已经把他处理了吗？他怎么又出现在这里？这小子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清洁工，你放心，我这就把他撵走。嗯，无妨。小伙子，我知道你今天想干什么，哼，但你心里得有数。你和千雪门不当户不对，哼，你再看看我儿子，哼，年轻有为，一表人才。你拿什么跟他比？你儿子就是个混蛋，我自然跟他比不了。放肆！你竟敢这么说儿子！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我不想见血，我劝你赶紧滚蛋。这卡里有200万，拿着钱滚蛋。哼，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走。我果然没看错你这个情种啊。既然你选择了千雪，那就拿天龙玉佩来跟我交换吧。海洋，你有天龙玉佩你怎么不早说？刘伯父别担心，天龙玉佩迟早是我的。玉佩你留不下，人我带走。空手套白狼啊，你小子找死。谁敢动海洋一根手指头，就是和我霍氏集团作对。还有我古董江山，还有我古董江山。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帮手，不过这些帮手好像不得用啊。靠不靠谱咱们碰一碰不就知道。秦总，就为了一个送外卖的敢跟我赵家作对，
我看你们是都不想活了是吧？赵家主，今天我古董江山无论如何要保海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还有我霍氏集团永远是海洋的后盾。我今天要是没埋伏点人，那我怎么敢让你们进来啊？来人！好，滚！等一下，快走出去！滚！说你呢！快走！真以为我们赵家是吃干饭的啊？海洋，现在该怎么办？别急，让子弹飞。你少说算啊！现在我的人比你多，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兄弟们，给我上！他怎么能调动这么多的外卖兄弟？这简直不可思议！这八天，你不是比人多吗？现在，人够多了吗？你少狂，老子有的是底牌，但是你可就没有底牌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底牌了？朱雀，龙卫有令。龙卫听令，即刻清算赵氏集团以及柳氏集团。朱雀使，这小子什么背景啊？我是不是选错人了？不可能，你不可能调动龙卫四使，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来吧，别担心，我们背后可是有白虎大人撑腰的。我怕他小小的朱雀使。哼。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白虎大人。我赶紧给白虎大人打电话求救。别打了，我已经来了。别打了，我已经来了。白虎大人，你可算来了，你得为我们赵家做主啊！放肆！蹲下，蹲下！你赵家和柳家都已经犯了死罪，还敢来跟我套近乎？白护士，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赵柳二家可一直是您的附庸啊！海洋，是我们龙卫的恩人，你们竟然敢多次为难他！你们好大的胆子！这不可能！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是龙卫恩人？这不可能！海洋先生，爸，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您一声令下就可以清算赵刘两家。海洋先生。不，贤婿，我这就把我们千雪嫁给你，你就不要轻松我们柳家了。我也知道错了，完了。起来吧。是，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该清算的清算，该处理的处理。不可能，我不服，你个送外卖的凭什么是龙卫的恩人呢？就凭我是大齐太子，龙卫的创始人。他真的是有眼无珠的家伙，竟然放着真龙不要，要赵霸天这个蛆虫。我后悔，对不起啊，海洋。你疯了？就因为你手上有天龙玉佩？我不服。别管，否则我让柳千雪陪葬。小畜生，你要是敢动手，我今天把你撕成两半。别动，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周八天，你现在放开千雪，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少他妈废话，把天文玉佩交出来，否则就给柳千雪收尸吧。哎呀，不要！你不就是想要玉佩吗？行，拿去。终于得到天龙玉佩了，赵家终于可以傲立世间。这怎么那么傻？为什么要把玉佩给他？玉佩怎么能和你比呢？况且我可以随时抢回来啊。既然我已经拿到玉佩了，你们两个就没有必要活在这世上了，去死吧！你
为什么要那么傻，要替我挡刀？没有为什么，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受到丝毫的伤害。傻瓜，哎呀！